蔡鲁阁族传统舞步搭配十七首部落歌谣，以巴乃比色杰真正的人为主轴，强调蔡鲁阁族作为人的目标。除了男子必须成为能够捍卫部落且散猎的勇士，女子则除了勤奋持家并善于织布以外，生活中还要信守传统文化嘎雅，死后才能走向彩虹桥的另一端与先祖们相遇。蔡鲁阁族他们有重视他们的嘎雅的文化，就是对于他们嘎雅的信守是非常的重视，所以我们这次的舞蹈就是也非常重视这个嘎雅的部分。由屏东大学原住民专班组成的古元岁文化艺术团，每年会挑选一个族群，经过田野调查及学习后，以展演方式呈现学习的成果，希望透过吟唱舞蹈充实学生的文化内涵，让学生了解最真实的自己。三年都参加不同族群，然后不同的舞马，其实对自己来说是学习别人的文化，然后又非常的感动。文化艺术表演等等，甚至是到舞台的制作，都可以在一次的成果演出里面让学生可以找到自己适合发挥的位置，这样，所以我们才会每一年每一年都要做。古元岁文化艺术团成立至今迈入第五年，学校希望让学生自主整合文化艺术，透过舞台制作呈现，累积文化薪资与演出经验，更让非原住民的朋友能理解部落文化。袁世轩的歌手，屏东市采访报道。